我觉得他特别像我赛车时候的名字 Tracer， 一光弹，光打在他的线条上觉得会特别的耀眼。而且像进气格栅、保险杠还有轮毂的造型都特别e-tron5的专属设计，表达的特别直接，就是我干嘛要跟别人一样。另外大家也知道我是一个非常喜欢速度的人，在这台 Q2L e-tron上我总有下赛道的感觉，动力瞬间介入，转向也特别的细腻，感觉特别的张狂。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它挺难被定义的，一面是那种张扬，一面又很细致，基本上生活里的每一个场景都是它的舞台。就像我一样，我只能说我身上的每一面都会随着我的热爱去尽力做好。